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移行馆》。这是我们的这个腹腔还有骨盆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大家一看，这个应该也可以了解，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人体的一个消化吸收等等的一些功能，它除了消化体系以外，其实像泌尿系统啦，还有我们的淋巴腺、血液循环系统，当然这也都是不在话下。我们把这个肌肉层给它拿掉，我们再把淋巴腺也跟它拿掉，那么血管呢等等也在跟它拿掉，神经啊也在拿掉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再把肠胃道我们也再跟它拿掉，那就相对看起来就是比较骨头的这个系统。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男生的一个骨头，男生的骨盆啊。好，那我们把它变成女生，这两个好像除了我们觉得子宫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是子宫输卵管，这个刚刚跟男性的这个不太相同以外，其实啊很重要一点，我们再这样看起来，这两个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这是女生。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一个横径，意思就是说宽广的一个程度啊，女生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宽的。为什么？这当然跟生产有关系啊。意思就是说骨盆腔因为子宫在这个位置，所以胎儿长大以后要生产的时候，如果这个空间不够的时候，那这个小孩怎么成长呢？胎儿怎么成长？所以女生相对应的她就要稍微付出多一点，骨盆呢相对就比较厚实、宽重、宽广一点啊。这样的话，胎儿成长的空间才会有。所以女生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个状况。所以骨盆这样的一个结构，跟男生的相对比较长一点的那样的，不是说真正多长啊，但是至少长径看起来两边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啊。所以为什么以前的美在古代？或者在史前时代会认为说女生啊大概下盘稳重的那个部分啊他们会觉得这个很美，理由很简单啊，为什么？因为这里如果太狭窄的话，将来小朋友生不出来，那个机会当然比较大啊。所以美背后的一个原因判定的标准是生理，这个我们大概不知不觉中会被这个左右。然后为了强调这个女生的美，于是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饰啊，我们大约可以看得出、读得出来背后生理的，她想要去诱导人往另外一个方向想，说这个女生为什么很美？因为她穿了这个蓬蓬裙以后，哇，这个下盘更显得稳重，不是摇曳生风而已啊，根本好像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那样的一个稳定感可以产生出来，下盘够大，所以这个将来能够养儿育女的机会肯定是比较高，所以她很美。你看连长相什么样子，我们不用刻意去琢磨，但是画出这样子就不得了，你会觉得这个果真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这是十九世纪，所以你看时间没有差多久啊，一百多年的一个时光啊，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了解越来越深刻，不是只靠这个。这个是法国的画家叫布丹啊，他很喜欢画海边的那个场景，海边再加上侍女流行，那么就变成那样的一个场景。这个画的刚刚那个是另外一幅，那可以看得到同样约略那个时代，你可以看到有钱的女生穿着打扮通通都是这样子啊，局部强调，然后这个强调背后大家认为确实养儿育女的一个可能性很高的时候，她的美的加分的程度就会增加，跟现在骨感这个模特儿要那么瘦这个是走极端的，不好，中庸之道还是好的。所以她把那样的一个海边，你看夕阳余晖啊，可是大家聚在那个地方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室内空气显然没那么好，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她也不画，不是只画一幅而已啊，画许多幅啊，这都是在十九世纪1860几到1880年代，1880年代他画的。你看
有阳光的时候还有一个阳伞去遮住的那个情形。然后女生约略到1880年代，我们再把它仔细看，她穿着女生的一个情形啊，还是那样的。她未必整个都是画的那么写实啊，但是穿着打扮还是遵循着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个原则。那还有一些小朋友也一起来参与。这个时序已经进入1880比较后期的1888左右的一个年代，大家可以看到衣着已经有一些改变了，所以时代在进步。其实很多事情约略我们看到那个轨迹，你看到蓬蓬裙已经减少了，没有啊，比较少了，看不太到，所以穿着打扮就会变得比较适合他的那样的，不然你要穿那样子，开玩笑要出个门，多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轻装简从啊，多方便啊！而且你看小朋友开始已经露出他的小腿出来，那个代表着那一份的小朋友的纯真，然后不要让他束缚太多，这都是时代进步的轨迹啊。所以女生啊，揽镜自照的时候，不要只照到现在的你，有时候你要看到百年前的你啊，那个时候前世今生啊，要感恩现在的那一份的一个从容啊。好，那个在海边呢。或者穿衣服打扮啊等等，能够很自在，不要有那种很拘束的一个感觉啊，这是非常重要。可是有时候人体中有一个小部分的一个肢节，一点点环扣，一点点问题啊，也可能让那种舒适度自在的感觉会发生问题。譬如说看这个大家绝对很难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的耳咽管，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管子啊，它随着我们嘴巴张开闭合或者做一些吞咽动作的时候，它会打开或者是闭合，关起来或者是打开，它不能一直打开也不能永远闭合，会出现问题。因为它的位置是在哪里，这是我们的中耳，所以中耳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个鼻咽管、耳咽管，那么是通到我们的这个从耳朵中耳那个地方通到我们鼻腔的地方，所以它会维持两边的气压的一个稳定跟平衡啊。如果这个是完全闭合的话，我们这个高空的时候压力改变的时候，这个会膨胀或者是缩小，哇，那个会非常受不了。譬如说我们大家知道在飞机起降的时候会有这些感觉，可是你吞一点口水让这个耳咽管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感觉好一点啊。如果这个它一直都没办法打开，闭锁久的结果，它也可能造成中耳这个地方积水发炎。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正常的时候的状况，它有发炎，局部发炎的状况变这样的时候，它就打不开啊。打不开的结果，它在里面耳朵就会非常不舒服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局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细看来竟然别有洞天啊。而且那种扭转它的一个这个管控的乾坤呢，竟然是那么样的奥妙啊！你有想到说我现在去打开吗？没有，它就随着你的吞咽、吞口水等等，它就自动的去做这些管控。可是当你附近有一些发炎反应的时候，这个管控就会失调，失调的结果就会产生出我们耳闷、耳鸣，甚至于听力方面的问题。所以小小一个管子，竟然他可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譬如说举个例子，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出现问题的点是刚刚讲耳咽管那个地方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耳咽管怎么让他通啊，叫他多吞呢、他明明就发炎就已经有一些变化通不了。所以耳鼻喉科的医师现在很厉害，他可以从鼻腔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开口的那个位置，然后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管子管子可以放进去，很像我们做那个冠状动脉的那样的一个撑开，把那个耳咽管再给它撑开。撑开以后你可以看得到，这是之前之后整个的一个通畅度跟中耳的透明度它都得很明显的改变。这是一个鼻窦炎的一个个案，所以鼻窦炎不只是鼻子的影响，它也影响到中耳，那也影响到听力，影响到它耳鸣。结果只有这样子小小跟它通以后，你看这个气流的一个稳定跟平衡变好以后，整个生活的一个品质改变的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管子任何一个事情小的东西未必就是微不足道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多加重视啊。所以没事多看看这样的话更了解生在现代人的我们要感恩的地方。感恩收看，再会。